但是我们希望外交部的作为当中，不要每次都是我们跟索马利兰。索马利兰说真的，我们看电影呢都觉得那是海盗国家，但是又不是个国际不太认同的一个组织，我们还设代表处。那这些也让人家质疑。索马利兰不是索马利亚，有关于索马利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民主国家，它不是索马利亚。索马利亚是一个我们通常说的什么海盗国家等等的，对啊，问题不一样。那索马利兰是一个民主国家，它是没有受到国际的那个承认，但是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的一个地方。那现在国际社会对它已经越来越重视了。公平性代表国家，公平代表国家。就任之前效忠国家，就任之后看摕着国旗的套会，这种讲法，保证你敢有赞成？你如果仔细的去看谢志伟大使所写的这些的话，我相信你可以看到我们台湾有很多人共同经历的这个历史的记忆，那他是把这个部分的心声写出来而已。他拿着国旗，心里面想着台湾，这个有什么错？伊不是有什么错，他今天讲的时候，他写一篇不够，还要写两篇说拿到国旗就想到会吐血。我觉得不管是哪，人家讲听到的是讲，你对国家无尊敬，对国旗无尊敬，你今日代表是咱中华民国出来的。里面写的很多是写到我们台湾人有很多人在国民党威权的统治之下的这些历史记忆。我相信委员一定理解到我们台湾的这个历史经验，我们台湾民主化才没有多久之前的事情。